是会风两时雨，坎坎坷坷世间路，感情会落手小牵，同心同命同脚步，缘分会落咱相等，人生会落到帮助，时间是无过去无得拖，把青春行家己的路，不怕天顶云外乌，不怕阻碍人生的艰苦，只要有你的鼓励，同甘同苦小照顾，一生最爱你一人，一心献乎你一人，只要心情你了解，愿意好天也风台，人生三分天注定，七分只要用心来打拼，创造成功好名声，牵你的手过着好将来。来了，妹妹，我阿公被行业油崩了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家伙拿的，谢谢。李丽啊，跟你阿公说恭喜他啊。好，小心点啊。王妹妹，王妹妹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清河，送油饭来了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那接着，恭喜恭喜啊。走。叫你老母过来拜拜哈。阿狗啊，叫文勇你再过来拜拜嘞哈。来来来，睡你睡你。哎，黄花鸡，黄花鸡，江王江秀啊，来来来，拜拜来拜拜，睡你睡。金曼呢？弟弟做水，做高水呢。高水好。阿高啊，讲麦啦，这个点么多钱？哦。来来来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哈哈，拜见。世界祖先啊，子孙四明路直接甲你禀报，今仔日是阿高甲梅凤所生的后生，好名叫你家父。大好满月日子，我专工甲你准备一挂三星酒礼来敬拜立祖立宗，请保庇这个囡仔，你头壳顶好有气，平平安安顺顺时时哦，保庇保庇。公公孙恩的这种，上欢喜的是梅香啊啦，啊那阿霞吼是杨香的对白啦。哎呦，给金夏姐这样安排土哟，蛮嘞，我是老唔懂哦，反正也是无可能的事情哦。哎，哎，真唔得。地就好。哎，仙哥，哎，你来啊！哟，仙哥来啊！仙哥，仙哥，哎，哎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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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新哥，有姐，哎，有看到我？对，有啦，不是啊，新哥。哎呦，三宝你来啊！来得及哈！哎，人客拢来个差不多啊咧，会当开到无哈？各位亲朋好友吼，今仔日是我的细汉孙啊，家伙最满月，哎，大家无小气，然后我请满月酒，吼，来，我先干为敬。我敢陪恁大家随了，好啦。来，我敬你，感谢。多谢。给恁挂，多喝一点啊，啊。三爸，来，挂给你，来，接着。红，哎，大，啊，这个金剑玉剑就不错，大家看一下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不用啊。阿爷已经抱出来，来，梅香都这么热了，你袂起来倒看者？好，啊，你恁多吃点啊！来，用。好，来。多喝点啊！哎，搞好了。生生囝，好佳哉是有你甲万年嫂啊替我接生甲长仔，月来吼嘛是你安尼无眠无日替我咧做，我甲家好母仔囝，才会当安尼平安养家。阿姊，我双手吼，甲你添一杯酒。一杯酒代表我对你的敬意，感谢你对我母仔囝的照顾啦。阿姊啊，哎，你随，我干杯吼。阿姊啊，你真正是好心好行好度量，这点吼，让我对你更加的钦佩。以后我若是有啥物唔捌的所在，唔忙你爱阁多多甲我看家。道上，你的论经广告是一个好学问、捌透透的读册人。这边我会伫个厝的内底生囝。你嘛一定感觉真不可思议吼，阮大家吼实在是有灵有舍啦。伊做机迄天，一定有回来，伊嘛一定才想要看到我腹肚内底的囡仔。
唔只会借清河的手，予我将家豪生来，才会造成这段神奇的巧合。大家的吉星，嘛就是家豪的生日，你讲对无？清河啊，来，这个红包吼是阿姨要送予你的哦，你真正是阿姨甲家豪的贵人呢。恁哦，大家就唔知影哦。阮家豪啊的名吼是清河啊号的呢，意思就是讲吼，家豪万事兴啦。阮清河啊，遮尔啊细汉吼，就会晓甲因小弟仔号名，是毋是真巧嘞？咱大家来个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阿狗啊，囡仔嘛差不多八肚枵啊，咱好甲抱入来去饲囡仔哦。好好好好。海姐啊，恁继续，我抱囡仔一摆饲恁，好。来，恁继续，恁继续，来，哎，小蛋，小蛋，阿忠啊，咱去送遐礼收收嘞，摕一摆给我，哈。好。来，过年啦。看那小老婆戏演的多好，唱作俱佳呀。他这是先礼后兵啊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的什么好心眼儿了，他真是讲得好。啊！但这可是你搬对厝了。啊！阿舅小汤啦，我来捧小汤。好，来。梅香啊，够搞哦，爱哭爱笑啦，哎，我是人的细姨呢，我也无自保持啦，唔做起大宝食死死。搞啦，搞啦。哦。卡细腻，卡细腻。不得要啊！好呀。啊，更加更加，这三妈嘛真有心嘞吼，金牌拍到这大地，啊，伊当然嘛脚袂疼，啊，用别人的拳头要去争石狮呢。啊，是安怎讲？唔是我咧讲人后壁话，伊是借你交代后生满话，甲店内小姐服务生妈妈送，甚至是厝边的生意人扣红包，啊，拍这块金牌是要算啥？啊，剩咧裤底啊，唔知搁暗干偌济去。中啊，你还阁知影啥物无？知啊，真是足有福气的哦，做一个满月吼，金马红包收甲遮尔啊多。阿母帮你的福气吼，伫咧这间厝已经会当徛起安尼。啊，不过阿母吼，袂因为安尼就满意啊。刷来，阿母就要为咱母仔囝争取伫咧这间厝应该有的名分甲地位咯。嗯。对。啊！你来找我。嗯。三妈，今日甲阮后生拍咧金牌，开袂少钱哦。哎，无啦，大爷啊，迄毋是我家己人出的啦，迄是店的小姐、少爷、妈妈送，啊，甲咱厝边隔壁一挂做生意的吼，大家出钱公家拍的啦。哦。我就是你一个人开，安尼就算大地啦。啊，算起来要四五十个，安尼都无算大地啊咧。啊，一人开无两仙钱，随啊随的伫我店里趁精趁慢，甲阮后生做一个满月，啊，大家才当算，是甲我当作客家的本性啊？大呀，其实遐个钱吼，唔但拍咧金牌尔，啊，佫有剩啊。我是想讲，我先啊留咧，啊，等恁囝做大事时阵，我才把一块佫较厝的金银仔送伊啦。你免讲甲遐好听啦，恁爸是痴命是臭味人，唔知影你后壁变鬼变怪心啊？大个，你莫听人伫咧后背甲你斗啦！我着算我甲天公照打，我嘛毋敢伫咧脚床后变鬼变怪。啊，两爸爸都有香啦，头先袂满咧喙齿个，是啥物人教你带兵来店内啉烧酒，叫小姐坐内面一步，佮带出咧算免钱个哈？恁看阿忠，是店内小姐甲我斗个，敢着叫人来甲你对质啊？大个，
我知我唔对，后摆我唔敢，也有后摆啊。无啦，我警告你哦，这两条蛇你袂甲你记的，为什么开始点好我甲我换嘞？若果我落叫你闭嘴闭嘴，我就甲你算终晓。死狗，卖怪我无待人，你对我遮济年，对你无客气。是啊。满个啊！啊，阮嘛袂当吼，把金霞姐来房间占条条啊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要搬登介绍所大呀？无啦，啊，我即嘛家好白条条，哪有在条做工课？介绍所吼，我嘛已经收起来啊，店嘛退租啊，即嘛吼爱搁另外找所在住。既然介绍所你收起来了，你就住一下大就好啊，那就去外面细厝啦。啊，穿好啊，穿秀啊，我来叫两兄妹啊。来清地广告啊，多做会就好啦。道上，阿狗吼，阿无我一个名分啊啦，阿纸头无名，纸尾无字，啊我是要安怎带落来啦？道上，歹势啦，啊我甲嘉禾吼，爱搁踮遮加叫叫两工啊，过两工啊吼，我若找着厝，阮就搬出去啊啦。哎呦，你做伊带落去啦。道上，你安尼毋是让我歹做人？娘啊，啊你来甲囡仔抱出来，外面风也头也冷，啊无你唔着甲囡仔戴一帽仔咧？啊你唔着看伊要用戴无？自出世吼，要甲戴一顶帽仔，都未输是高济天买啊三庄挂金箍同款，你哀哀叫哦。道上，我甲梅香啊要出来啦，啊囡仔只麻烦你顾一下，我点要着转来啦。啊那不快下哈？就安尼无，一到早。天龙啊吼，就来搬厝啦！啊，是交我米数钱哦，摕我全对去摕你咧。哼，搁在死我哦，再买你业咧，倒性命！哼，阿狗啊，嘴硬甲嘴直哦，有当时也莫去咬着啦。所以啊，厝边头弯弯的就好啊，刷刷去。人个讲七手锤，嘛爱留只三手后，哦，找人爱留只后步啦。伊若卖过这话，我哪会甲拆一落房啦？就是啊，飞弟吼，我若找着厝，就搬出去啊。啊，伊哪就惊到安尼啦？你要找厝？是啦，啊，就有一个朋友报讲吼，有一间厝要租人。我想讲甲阿狗去看卖啊，若是有下，阮就搬过啦。嗯，啊，恁就住得好势好势，是安怎要搁搬出去？我甲梅香啊，总免甲阿霞房间拢占条条啊。哦，啊，不安尼啦。迄清茶馆内面还阁有一间空房，恁去拼命就用大咧。道上，啊你讲古毋是常常去讲着客无亲疏来食东西的待客之道。梅香啊这边啊，敢若袂输来做客啊，啊含只以礼相待。啊梅香若真正搬来共厝去啊，哎，用共口罩，食共饭卡，一定会烧热肉的，安尼咪真碍腰。人讲哦，近近就熬烧达啦，啊远远是太过格啦。我甲梅香若搬出来外口住吼，顶多加下加减留淡薄仔情分啦。也毋就一摆啊，梅香倒转来生囝做起来哦，啊，甲看甲好死好死呢，诶，无一定啊，啊，已经接受伊哦。唉，多少？加下做你新妇十外冬啊，迄个性你也毋是无了解啊。伊若要接受早就接受，哪有可能等到即摆？唉，过去是过去啦。啊，梅香囝已经生落来，搁伫咱施家的公妈面前生呢。我咧看，阿海看着咱施家公妈的面子，接受梅香啦。啊，无阿你啦，你等下哦，甲梅香抓咧，啊去找阿海讲，啊较好找。不然后咧哦，阿海
心肝会柔软，啊，咱一家就真正会团圆啊。道长，你听我讲啦，人讲翁某吼是小欠债，我会做阿狗的细姨吼，一定是顶世人欠伊的啦，所以我嘛欢喜甘愿啊。啊，不过这对姐来讲是无公平的啦。我甲阿狗做伙是抢伊的翁呢，对伊造成的伤害你嘛知影啊。啊，我今麦闹面，搁去求伊接受我。而且吼，阿姐的个性，阿狗嘛捌甲我讲过，伊是甘愿担柴卖仓，唔愿甲人公家翁有志气、好女德的查某人呢。我看吼，阮也是搬出去住啦，阿姐才有一个平静的生活。都上好啦，好啦，我会直接抱孙登给你看，吼、哦，不用啊，甲人约个时间差不多，紧来去哦。道上，家伙吼，我应该饲饱，咧困啊啦。下面伊若真是，阮还袂转来，你着泡一罐牛奶甲骗骗的。来来来。嗯。来来来。道上，我来去哦，好，来，紧来，紧来，紧。狗啊，阿公以后无啥机会通甲你抱啊咧。做天嘛难中正人意啦，后尾阮呢爱好天炎日，袂好山的爱乌阴落雨啦。妈祖婆啊！阮阿狗甲梅香要搬出去外面住，我想你甲我同款，无赞成就对啦吼。一开啊，伊倒转来厝里住，我也常常啊细细念吼，人伊嘛较乖呢，佫听话啊呢。伊还佫讲要甲迄间菜店吼收起来，要安分守己啊，重新做人。阿梅香啊！那是如何？阿涵啊，得人接受这个事实了吗？一大无做，一大做伙，一家团圆，不知要外好呢。问题是，阿涵伊若无愿意，我若袂勉强伊啦。即摆好啊，上烦恼的就是阿狗啦。伊若搬出去外面住，万一啦，若佫行回头路。看要安怎就好，妈祖婆，你跟我讲，我应该安怎做才对？妈祖婆，即摆我咪跟我讲，我应该都安怎做？对对，我靠来一个查某人讲要找你。走了，是。对。十几年啊，想不到你今仔会主动来找我。你是安怎？有心事。讲起来是悲哀，拄到代志，我才发现，除了你以外，我竟然无一个会当参详的朋友。你的代志呢？我嘛捌甲神父讲过啊。我希望用做你后头厝的大兄，来做你的靠山。是毋是为了阿狗甲梅香的代志？代志到这来，找你嘛煮正饭啊！我是不是应该爱接受梅香啊？承认伊是我的小妹，自由处理嘛。敢讲迄天你请我喂酒的时阵，伊叫你一声阿姊，甲你讲几声好听话，你就接受伊啊？哪日你这几年所受委屈，到底是要算啥？你哪准我爱安尼啊？我若无接受梅香啊，阿家就会含伊搬出去。因两个本来就住在你外面。要搬就让伊搬，你是伫烦恼什么？
烦恼的是阮大公啊。我知影伊的意思，伊希望阿狗甲梅香啊留落。江哥先生哪会当安尼呢？敢讲哦，伊拢袂去顾虑你的感受是无？这也袂用怪阮大公啦。我安怎讲梅香啊生迄个囡仔是世界的骨肉，徛伫伊的立场，伊无接受敢会使？这跟敖宝是有啥物关系呢？伊住伫倒位啊？孙嘛是伊的孙啊。阿狗住喺厝内，即一个月来生活正常，规规矩矩。阮大公烦恼讲，伊若阁搬出去外面住，会含以前同款，阁含迄阵火龙霸标为非三者。你叫是阿狗即卖住伫厝呢，着安分守己是无？你莫讲啊啦，伊同款是歹鬼带头，只有阿三要一定了落来。花形霸都为非作歹。这我嘛知啊，啊，毋过老大人伊着毋安尼想啊，伊总是认为后生若住喺厝内面，伊着管顾会着。海生，你甲我教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一家圆满？除非阿狗甲梅香煞，也若无恁迄家口啊，无可能会圆满。梅香即摆囡仔都生啊，因是要安怎煞？阿狗若毋甲梅香煞，换你甲离婚啊！金妈，人讲翁仔某劝和无劝离，照你讲，我是不应该鼓励你家离婚的。也毋过这几年，你所受的委屈，我拢看你目睭内。你敢知影我心肝有偌痛？原来我家己无路用啊！无路唔惊惊山岭，好人唔做做歹行。是一个正常宗教的佚佗啦，我袂当予你一个圆满的。好啦，莫讲遐啦。有当时我恨袂得啦，将我搞千刀万剐，替你出一口气。牙刀牙钱，敢就会解决问题？认吧，阿狗培养的代志，你吞声忍气遮尔多年，目的是啥物？嘛是希望阿狗有一天会当回心转意，倒来你的身躯边。结果呢？人囡仔已经嘛生出来，亲戚朋友呢，嘛已经食过满杯酒啊。虽然梅香抓头无义，也毋过家伙是恁称呼较好个名，要放嘛放袂你啊。你阁继续安尼委屈落去，哪有啥物意义呢？哎，梅香啊，我实在想拢无呢。但迄间厝啊，地点阁好，阁宽，租金阁俗。啊，你无介是咧无介，倒一点？遐无方便啦，是倒位咧无方便啦，生活无方便啦。啊，你想看卖啊，咱若是搬去遐住，你若出门就剩我一个人呢。啊，我爱顾囡仔、洗衫、兼款厝内，我哪不会去啦？嗯，啊，你进前住介绍所，毋是安尼咧过，啊是安尼，即摆就舞袂去。较早是较早，即摆是无同款啦呢。加一个囡仔吼，加我啊，做工课，你知无？简单吼，逐工爱洗迄堆的尿珠啊，我头壳都疼。哎、欸，但你家己的囝的尿珠也唔家己洗，是要叫谁洗啊？啊，听你的话意，你敢那在五万阿下，佫继续替你洗尿珠啊，是无？哼，困懵困了，莫含面啦。啊，进前阿下替你洗尿珠，还是你伫做月来？但你即摆满月啊，你佫五万阿下继续家己做奴才是？阿狗啊，我哪敢叫姐啊做我的奴才啦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咱一家伙啊，若是住做伙，会当互相照顾啊。亲像嘉禾，伊若是头小虚弱，啊，倒上家姊嘛较有经验，佫会当替我照顾，安尼敢毋是真好咧？安尼讲起来，你敢若无想要搬出去了？阿狗啊，倒上吼，即摆已经承认我是伊的新妇呢。啊，伊嘛希望讲咱大家拢会当住做伙，敢讲你无爱？爱是爱啦，啊！你唔着看阿霞伊。姐阿兄吼，倒上毋是叫你去甲好嘴一下，搁较安怎讲，你嘛是一家之主呢，好歹伊嘛要你面子啊。你叫是阿霞遐尼好讲话是？伊若无要我面子咧？伊若无你面子哦，啊！你着甲伊离婚啊！伊在讲啥？无彩阿霞对你遐尼好，
这个话你讲会出来？哎呦，我只是吼叫你甲吓一个尔啦。规定吼，阮母仔生是世界的人，死嘛是世界的鬼。就算讲是死地定点，我嘛要占着遮，无要搬走啊啦。姊阿兄吼，你家己去想办法，我唔管啦。林妹，不要插你啦。阿哈，真想要找你参详代志啦。参详啥？参详叫我还没讲给翁婿。我知道我无迄个面子提出这个要求啦。啊，不过梅香讲咱毛利啊，要娶一个拄出世的囡仔真困难啦。你是不是当代念讲囡仔是无辜的，接受面母仔囝？你家己伫咧外面费镭，后果才要叫我接受，你安尼敢袂想超过？啊，但囡仔生就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阿姊啊，你敢真正忍心看母仔囝伫咧外口安尼无无受？你的心肝敢有这么凶？你真有才调嘞啦，唔免只敢在我面头前咧结课嘞，我袂要你变你。阿狗啊！啊哈！啊，你打这样的，啊，我话是要哪讲会落去啦？讲来讲去，你就是想要大宝说伊，当然嘛讲袂落。咱二弟，我先转恁去归家。啊哈！啊哈，莫安尼啦！啊哈！阿狗啊！啊，既然吼，姊也已经甲话讲啊，遐尼啊绝啦，啊，无啥物好讲啦，要离就离啦，较袂用讲吼，你咧顾人呢？啊，你点伊啦！咁一定着爱安尼，咁有参详伊底少？道生，这样代志，之前我含阿狗咧参详好势。啊，是拄好拄着梅香生啊，跩一直拖咧。你着莫烦恼阮诶代志啊，阮着决定要各人行各人诶路啊。啊，狗是我诶孙啊，清湖甲清溪嘛是同款，我那我诶孙啊。啊，你若将伊两个娶走，就是若亲像咧甲我挂肉同款，你知无？多少袂啦，清溪甲清湖两个囡仔监护权虽然归我诶，但是我暂时袂甲囡仔娶走啦。道长，阿霞意思是讲过年就要到啊，为着不爱影响这两个囡仔的心情啊，啊，所以阮两个离婚的代志，暂时无要让因知影啦。嘿啦，我想讲我先不爱愈写大啦，啊，等过年一个过，我较爱去找所在住。我想讲这个代志先莫让厝边头尾因知影啦，我无想讲哦，人甲这样代志提来带我破头，安尼滴滴嘟嘟，安尼以后大家嘛歹看面。好啦，随在恁啦。为着我老啊，我都能管恁啊。我讲的话，恁嘛不爱听。看戏，你要创啥？你要去倒位？来，我跟你讲，按明仔载开始，我要去卢霞做内奖，所以暂时先搬去卢霞住。啊，恁两个住厝的都爱乖哦，尤其是你，暗时啊困唔好太皮，
不得关掉，知不？知。知知知，你是知影啥啦？阿母，你食着在咱兜对面尔，你去遐做内将，是安怎了？包去遐住，住伫咱兜嘛，同款会当做啊。你看卢社的房间啊，迄大间阁舒适啊，啊阁有碰床啊，阿母若无伊住，阿毋就拍算诶。阿母，你去遐做内将，啊，干嘛定啥物来顾？恁阿爸和阿姨也家己顾啊，惠弟阿母甲顾这个家已经顾真久啊，即马轮到伊家己顾啊。来，起来看看下窗内看，我带去啊。陈秀啊，我听的呢，起来宽床睏啦，来，起来。哎，大徛床啊，阿唔来睏。玉妹，叫过伊哈，你们走。好啊好啊，你用第一，做一栋走呢。哎呦，万玲啊，那你这翁哦，无底吹，赞，体贴，赞赞赞，爱弟爱弟，一种老公吼，一只天天的，爱弟爱弟，一只天天，嘿呀，一只天天。对，金花姐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天叔，呀，大部分都变好诶，嗯哦，错，唔错唔错。阮某讲哦，拢变甲差不多啊，叫你休困啦。啊哈，那万玲说吼，有够骨力的，哈，脚无停，手无摇，一直做去啦。这种人哦，上适合做内将。我看哦，你得请伊做财业，唔免等手尾人转来啊。多谢嘿。阿玲啊，这是恁某这几日来的工钱啦。啊，啊你甲恁某说多谢啦，做甲今仔倒好，明仔再变来啊。好啦，若有需要你再甲我讲。好。玉妹，转去啊。转去，娘的喏，娘我转去喏。转去怎讲？哦哦，莫莫先转去了哈，好。走了，你是咧上班呢啦？啊，秋半都还没回来，怎么你硬是偷懒啦？免烦恼啦，以后秋半的工课我来做就好啊啦。你甲秋半的房间的钥匙摕好个。嗯，你提是提锁是要创啊啦？去啦。啊，锁匙啦，你是要创啊？哦，以后大家做内检，啊搬来这住较方便。嗯，神经哦，你都住啊近，行过来就好啊，你搁搬来这住创啊？啊，嗯，安尼哪会对？阿霞搬去买卤蛇大，啊，毋着变做伊咧顾卤蛇了，安尼我着变做无路用人啊！哎呦，到时是毋是甲我死头龙啊？安尼要哪会用的？我着赶紧来找头家伊啊，叫伊甲我做主，无到时我毋着倒去食家己。迄情形安那，问题拢解决来啦吼，拢处理好势啊啦。哦，阿爸，啊，伊若无将问题拢解决，明仔会回来。你安尼问，敢袂想讲？嘿，你安尼讲话无大无细，啥物讲我戆？戆查某囝才安尼。对啊，啊戆查囝就是戆老爸生啊。嘿，好啊，舅父，来啦，我有买粿仔饼回来，你食看卖。小伟啊。这摆你落去下岗，着处理工厂的代志，无闲，免哪有时间我去买这粿仔饼呢？哈！我着知影你爱食，要转来时喏，专工我去洛江买。哎呀，嘴食猛啦，免安尼半工去买啦。来请。贤惠姨，啊，你哪会来？秀玲，贤惠啊，来来，坐啦。好好，坐啦坐啦。好。你哪知影我今仔转来？哟，啊你是前几工拢无伫个，今仔转来哟？系啊，哦，莫怪，莫怪啦。贤惠啊，你伫讲啥物莫怪？啊，无啦无啦，啊，你毋是讲有代志要找我，啥物代志？啊，诺啦，我有一件代志无了解啦。
迄阿霞讲吼，伊即摆规心要来顾卢社，即摆搬去卢社住呢。这个代志，你敢知影哈？啊？阿霞哪会搬入去卢社住？敢讲迄阿婆感情出问题了？无咧，无听讲阿婆有离婚呢。哦，我来看卖咧，看。阿爸，我喊你去。哎，玉玲啊，你是要带去创啥啦？托给伊啊！啊，你唔紧带去，佮店员行去吃啦。李霞，阮姐夫早就讲要交予阿霞去经营啊，我管遐济要创啥？哎呦，你唔安尼叫苦苦啦！你若佮唔管哦，迄间李霞再万变阿霞的啦。托给伊啊，你想看卖啊？阿霞是住伫李霞对面呢，小奈家己有厝唔大，硬要搬去住李霞呢。伊若是看恁姐夫哦，有良好参详啦。借地吼，搬去卢社住，省俭省赢啦。人讲哦，戏皮较徛久人个啦。伊即摆搬去住，住久唔走啊。恁姐夫哦，只好把卢社送予伊，伊住好变真正头家娘。我是惊人会误会讲闲话，是要误会啥？讲啥物闲话？误会讲恁姐夫咧介意阿霞，唔早把财产送予伊。人讲哦，无功不受禄啦。迄阿霞敢接受恁姐夫送伊物件？迄就是表示讲哦，伊嘛咧介意恁姐夫啦，是讲伊是介意人，还是介意伊的财产？迄我是无了解啦。人哦，拢是小贪的啦。好比讲有一半嘛，迄遐久的人哦，是一块吞落肚，一块嘴里补，一块眼里补了嘛，就叫你顾了。我看阿霞哦，伊唔敢那是咧孝顺恁姐夫的女婿甲父老金呢，伊根本就是咧孝顺恁姐夫所有的财产，你知影无？可以吗？哎呀，一对哦，很不错的。哎呦，你好、啊，来来，我把牛剑，哈哈，把牛剑嘛，我。哇，老板厉害呀！我也有，我也有啊！哎呦，来来来，慢来慢来，哦，俺没有哦，没有，很紧张，紧张啊！来来来，哎呦，我也赢了，我也赢了！啊，你进球！老板，老板，那个大爷啊！谁你谁你？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不要！谁做嘛？看我那机械。以前那个伤吼，躺起来让俺的心皱皱咯。也倒嘞，做唔得专业工人，你想落无啦？拜托的啦，你嘛卖个下啊？怎么啦？你下卡济吼，插气啦。讲靠条啊嘛，唔是，迄唔知的人吼，抓准你是西宫的阴魂嘞，下家呢唔正声调，
白叔是牛车的驶落行的啦。你嘀嘀咕什么？我听没有啊。啊，听没有。啊，我是说吼，你儿子很那吼，好像那个牛车吼下山坡啦，咿咿歪歪的，很难听呢。哎，阮后生在困呢，万一若是起来，你这某音传闹吼，惊到哭袂停吼，我就要你赔哦。哦，你嫌我拉的不好听是不是？啊，我不拉了好不好？我怕你好不好？啊。他给你有，他给你有，该买物件哦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啦，买买啥？一根红豆啦。红豆吼，好来。店卖你得顾，哦，是啦，即摆吼拢我爱顾店啦。是啊。啊，枕头台枕有够诶。放心啦，我袂甲你偷斤减两啦。哦，你看，一斤啊，来，一斤红豆。啊，偌济钱？啊，你进前来买吼，阮阿姊拢算你偌济啊？啊，七块半呢。七块半，啊，敢有影较俗？嗯，看卖啊。啊，这明明就写讲红豆一斤是八块半呢，啊，你哪会讲是七块半？啊，伊就算我较俗啦，好啊，八块半，八块半啦，啊，十块互你走啦。走你块半啦。关公明吼，前你也想要人大刀，想要吃我的爽牌，搁炸嘞啦！来了来了，卖烤啊吼！阿不知你巴肚枵安尼，我紧泡一罐牛奶哦，你啉哦。阿霞，我拿点东西啊。笔呢？哎，你在创啥？哦，你要甲我偷摕钱啥？哦，你甲我偷偌久，可是要甲我偷摕钱哦？什么偷钱呢？我在找笔记账呢。哎，你已经当场叫我抓到啊！你搁想要怎哦？赖皮哦！是我的情话，风是我深深的一切，表达阮对你的深情痴迷，你敢会当了解阮心底？风会因为你美丽，今生路途需要你陪对，望你用深情牵着我双双飞，有你冰山嘛会开花，因为有星才有月，有情才会行同齐，有你的眼神美满地满杯，用一生的梦爱你，甘愿一切来放弃，一生一永远跟随你，因为有日才有暝，有伊才会有春天，有你的一切心才有欢喜，牵着阮的手写字，写着咱一世的一生花开满香味。